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方块世界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欢迎回来啊！今天呢，终于来到这一集了哈。那这一集就是要抓幽灵龙，就这么的简单啊，我们就很单纯的要去捕捉幽灵龙。那捕捉的时间到底多长呢？我也不太敢保证。那抓完之后要做什么呢？我也不太敢保证。所以说，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啦。老头呢，就先以抓幽灵龙为优先，抓到了之后看时间长度吧。啊，如果还可以再多做别的事情 ，OK， 我们就做别的事情。那至于这个海底生物的部分呢，老头这个水下的这个洞穴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，然后可能过几天就可以开始进行啊海中的探险。啊，后来老头之后还有发现啊，在挖的途中还发现原来海中生物还有一些我从来没看过的，这个我就不方便说什么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么呢，接下来呢，开始就是要去捕捉，哎呀，又摔到了。每次都摔伤，可恶！哦，之后呢？现在开始就是要准备要抓我们的幽灵龙了。那一样一如既往的，我们的捕捉方式就是盖类似像这种的笼子。但是由于幽灵龙的体型蛮大只的啊，我们必须要用大一点的啊，要大到连我的飞行生物啊，那个石像鬼都是可以穿过去的。所以说，老头这次呢，改用巨兽门。哦，十字巨兽门超大超大，那大到是不管什么生物都是可以穿越的。那老头呢，依然就是会盖两扇门，然后中间盖一堆岩石，就像是这样子有间隔，哦，方便让我们进行捕捉的动作。那这次捕捉的方式，老头是选用我们的风神翼龙加弩炮，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哦，因为弩炮的这个魔法弩炮啊，它的这个加音炫的那个数值真的很高。比较适合抓取这种比较高等级的生物啊，好，所以说如果你们要抓，你们可以来参考一下。那这个幽灵龙位于这个黑暗森林这个部分哦，黑暗森林这个部分，我们的地图旁边好像有一块小黑点，不过我在那边绕啊绕是没有绕到什么东西啊，啊，就在我们旁边而已，哦，因为这个有可能是因为图太小了，所以说它幽灵龙生出来的几率其实很低，哦，不是幽灵狼就是奇怪的东西，就是没有幽灵龙，哦，比较有点可惜，就是这样子，因为真的还蛮小一块的啊，我用我的石像鬼大概飞不用一分钟就飞完了，太小了，有点可惜，不然的话我们要抓幽灵龙的话还蛮方便的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没办法啦，我们现在只能选择去更远的地方啊，就是最中间那个黑色那一块啊，我们只能从那边找到幽灵龙，然后再渐渐的把它引到我们这附近。哦，我会选择盖在这里，其实就是怕会有外来者入侵啊，就是比较麻烦，比较那么想要被外来者这样子打扰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所以说我们还是乖乖的，就是选择盖在我们家附近最安全的。好啦，我们终于把它完成了哦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最主要的、最重要的，就是把我们的幽灵龙引进去就对了。但是呢，在这之前，赶快先把门打开，不要像上次一样，啊，上次一样傻傻的忘记开门，啊，就超级好笑的，好不好？我们门都打开了，那其实这个空间一定就是可以抓了，绝对可以抓，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么多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想办法把幽灵龙引进来啊，这样子我们就大功告成了。哦，我们看到了刚生出来的幽灵龙，啊，刚生出来的幽灵龙从天空上掉下来了。
我先帮他吹一下这个跟随模式，然后我们来看看19等的幽灵龙魔法。欸，我的弓箭呢？我想要先用弓箭引诱他一下，然后，哎呦，吓一跳，干嘛啦？哇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我刚，哎、欸，我为什么我放慢速度了 ？What the hell？ 哇，他喷火了！幽灵龙来了，我刚刚怎么突然缓速啊 ？What happened？ 来，我们往这边走。哇，好大只哦！先跑了。啊，又不理我了。你不要那么傲娇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起来，过来了。哇，我觉得我要把它引到我们家那边有点困难哦，没有这么容易哦。哇，我们快到了。就是那边，有没有看见？我们快要引到那扇大门里面了，就快了。撑着点啊，经过了3000万年，我们终于把我们的幽灵龙引到这个地方了，可是他好像不想下来的样子。他没有体力了，非常好，我们先让他回一下体力，我们再战啊。有没有看到有幽灵龙居然跑到我们家这边来吗？蛮屌的，你们觉得很屌吗？我们家居然有幽灵龙耶。他飞了，来，怒影一波。等一下，我们进来之后呢，赶快把这个门关上。啊、哦，他下来了。看什么东西？哦，关门。哇，他被挤出来了，尴尬，大失败。我再去把门打开。看这关门也太慢了吧！龙呢？龙哥，你去哪里了？龙哥，别走啊！龙哥，您去哪？回来啊！回头是岸啊！龙哥，我想你，回来吧！别再走了，龙哥，求你了，前面那个才是你的归宿啊！你要好好想清楚，我们所为你做的一切。难道你要让老人家伤心吗？不要让老一辈的人伤心好不好？乖乖回家吧，不要再出去了，求你了，别再出去了，听不懂是不是？啊，快点啦，很烦呢、欸，快点啦，不要让再让我的计划又破碎了好吗？好不好？我这么的努力，想要证明自己，而你却，我被喷到！哇操！你居然跑出来啦！这啥鬼啊？我觉得我们通道盖得太短了。他要去哪里啊？这家伙又不见了！干，这家伙又飞回去了啦！哦，我的天哪！打一救不得死！你为什么穿出来了呢，大哥？我说你可以穿出来吗？啊？我说你可以穿出来吗？嗯，又不见了。他真的逃得很快呢哦！有，就是这个垂直进来，干得好 ！Nice play！Nice, oh yeah, boy！ 这个小废物抓到你了，是不是？我终于成功啦！你不要给我穿墙哦！哦，你不要给我穿墙哦！啊，这小王八蛋，嚣张是不是？啊，忍你很久啦，我告诉你。啊，等一下这边等我，我等一下就回来。我们家几只了？26只。我觉得30只绰绰有余哦，会不会？我们的锭也不够了，大概是魔纹木不够。
我觉得他这个制作方式有点不优秀啊，你必须要这样慢慢的把东西填进去。好了，这样子应该够了啦。好，我们是时候该开始开抓了哈。来吧，宝贝，你是我的囊中物了，有木有？啊，其实觉得这个流程还蛮搞纲的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终于有着落了。我觉得我把这个风神翼龙转个向好了，嗯，就这样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哎，还有装吗？哇，不要晃，看好像射不到啊。我在浪费箭子是不是？哎，有射中了，没有。不靠太远的原因是因为，它会弄，它会喷火哦。完蛋了，我发现我在这里，哈哈，风神翼龙会晃来晃去，太晃了啦！我这样有点难瞄准啊。哇，这是怎样啊？根本就没射到啊！我根本在浪费箭弩啊！宝杰你怎么看？宝杰，这两头就在那上面硬生生的。啊，我把它拿下来好了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魔法弩箭，可是很稀有的，不要喷我哦，我只是来捡东西的而已哦。来，我为什么就不直接把它放在地上就好了呢？我在执着于什么啊？风神翼龙这样晃来晃去的，我根本撸不到啊，你说是不是？摇头晃脑的，录得到才有鬼。摇第二只，射到建筑物了，射到外头了。好，又有了第三只、第四只、第五只。哇，我被把它射死啊！其实我蛮担心的。到底几只了？第六只。第七，啊，第七只晕倒了 ，very good。可是我忘记他吃什么了，说真的 ，OK， 幽灵龙吃生肉，拿去。啊，这只19等的幽灵龙呢，3138血量，啊，没有5370麻醉，哎，麻醉其实倒是扣有点小快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这个万无一失。好啦，我们终于成功入手啦。来，我们把安放上去哦。啊，我们这个拉回来。Yeah， 终于幽灵龙入手了。而且说真的，它飞的没有想象中的慢欸，我觉得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形体。哇，幽灵龙长这样子。啊，给你们近距离看一下。啊，幽灵龙有长角，感觉又像一头牛，有没有？哦，以后叫你幽灵牛，还蛮帅的，有没有？尾巴，它这个尾巴让我想起了那个方舟焦土大陆里面那个啊，双足飞龙的那个尾巴有点像。那我们看一下右键，右键应该就喷火了。哇靠，这个持续伤害，哇，居然敢跟我单挑啊！居然敢跟我单挑！哎、欸，搞不清楚哎、欸，我的右键就要你归西啊。然后他这个幽灵龙好像没有氧气的限制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对啊，是不是每一只都这样子啊？然后顺便跟各位就是说明一下，那个有观众说老头为什么你会飞，就是没有骑任何飞行生物会飞在空中哦，那个是用飞行模式哈、哦，飞行模式就是按 Tap 之后按你的 FLY 哦，你就会飞起来了。哦，其实这是单机的指令啊。那如果你是玩多人的话，这指令应该是用不出来啊。对，所以说啊，这个都要飞啊，就 FLY 给它敲下去，然后你就会飞起来了，就这么的简单。我们只要喷一下，哎，这个右键的伤害其实还蛮强的。喷下去之后有没有？喷下去之后，它还有持续的燃烧伤害。哦，真正那个幽灵龙的输出来源呢，就是我们的右键伤害。因为它会一直持续扣血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别小看这个小小小的血量啊！持续扣血的伤害可是很惊人的啊！
刚刚我们石像鬼被喷一波就差不多半残了，啊，就半残了，更何况这一只石阴兽、石旧兽，有没有？他应该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再多送他几发。哎，好作弊哦，他追不到我，我伤害得到他，被我喷满脸，有没有？啊，好臭啊！好，现在在不断深陷口臭之中，臭死啦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换面了啊？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哦，那暴龙一直跑，他怕我了，他害怕。点一下血量啊！哦，要开始咬我了，咬这么少滴。咬这么少，可是我觉得幽灵龙的弱那个缺点就在于说，它的摆动幅度旋转的时候有点大，180吧，大概是180吧，有点就是摆动的动作有点慢。不过呢，我觉得整体上战斗性还是不错的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到了末日之地哦，我们稍微挑一下，你找一下这个牛魔王。哦，对了，有观众说老头牛魔王可不可以抓？拜托、哦，我都说过了，这些都是不能驯服的，好不好？不是所有的生物都可以抓，好吗？有些是真的不能驯服，所以说不要再问我要不要抓那些生物了。独眼巨人也不能抓，哦，他们两个在互烤了，喷一下，从中杀出程咬金，杀出程咬金就是我，来呀、啊！独眼巨人很强吗？哎呦，挥不到，挥不到，啊！龙那个龙袭吐死你，龙袭吐死你啊！还跑嘞，我就看着你装逼。哇，在地上也可以用剑哦，真的好作弊哦！哎呦，居然救你的兄弟了哦！哎呦，哦，居然舍身救命！你快跑，老公！哦，这是母的，那个是公的，有没有？哎，为什么突然不动了？你要喷它会一直抖动，有没有？再喷一次，哇，有了，解决掉了，被弹飞了，有没有？牛魔王，哇哇哇，转转转，这个转转转很行，把我给推飞了，哇，158，哇，刀刀见骨哎、欸，你看那个牛的眼睛睁这么大，哇，他跟我开干，那个表情好凶残啊，哈哈哈哈。他跟我开干，那个表情狰狞到不行哎、欸！大哥，别这样子嘛，好不好？只是掩饰，只是掩饰啊！不要那么认真哇！158其实真的蛮痛的，说真的，有痛到。岩石巨人不吃持续伤害，就跟你说，岩石巨人这个是作弊的一个角色啊，就是说你不管丢什么魔法，对老乡都没什么太大的效果，就是一个字啊，硬啊。好不好？一个字啊，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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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要再来乱了啦！想被多吃几招是不是？你看我连普通攻击咬他89呢！啊，不要在那边从我后面来好不好？喷他！什么？没效果，他完全不怕，算了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今天先玩到这里哈。大概试了一下我们幽灵龙的战力之后呢，个人觉得还不错。然后石龙巨人一直在追我，有点麻烦。那我们就在天空上面做一个整结吧。那么今天呢，啊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玄幻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。我们下一集方舟方块再见面了，拜拜。